猜猜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？是我们的星辉呀、啊！哦，抒情歌的歌词真的特别难写，对，然后我写了挺久的。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听，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打 call 哦。那我看看是哪个学生没有竖起耳朵好好听老师讲话。Cross time!